一个很大的危机。政府存在的价值不是让少数人独享经济发展的利益，而是让每一个社会的成员都能够共享繁荣的果实。领导人存在的价值不是打造自己，而是去打造一个未来，维护我们共同的土地、共同的价值和共同的情感。这是我的信念，也是我所相信的台湾价值。我不是一个擅长表演的人，因为我真的不会表演，而且政治本来就不应该只是表演。不过我会思考这个国家，我会思考我们的未来，我会体会这个社会里头活生生的每一个人他们的喜怒哀乐，我会去理解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，他们的复杂与困难，会去判断未来十年二十年台湾所面临的挑战，然后亲自找一群人坐下来，好好研究出问题与对策的所在。我相信负责任的政治人物就应该是这样，所以我会继续这样做。这三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与实验一个新的政治文化的可能性。从现在开始，台湾这个美丽的家园可不可以不要再召唤对立的仇恨，而是来召唤共同的责任？可不可以不要再召唤政治野心来崇拜，而是召唤出负责任的新时代，把国家的担子扛起来。